好，我们看这个混循环小数哈，如何把它化成分数？好，我现在先举个例子，然后再来证明。比如说这个，3.175 循环好了。那这样循环解是这个长度是2，哦，代表呢这个有多少？需要呢2.9。那小数后面有一位呢没有循环的，就一个零，然后是全部3175，啊，扣掉多少呢？扣掉没有循环的31啊，那这样就是答案了，990 3175减掉31，4431。好，等于这是3144。好，我们用计算机把它呢打一下，看是不是能够还原回来。3144除以呢990，3175 75 75 75啊，3175 75 75，啊后面呢有个76，那因为它是45度，所以这是对的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？我们现在来证明。哦，这个 C 的话，如果是这样子，我现在把这 C 哦乘以多少呢？乘到这里，让它哦全部变成整数。我 C 把它乘以10的多少呢？10的几次方？这里有多少 ？n 减二位嘛，它只有 m 位嘛，把它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，先乘以那个 n 减多少呢？哦，全部乘好，这样的话就是。m 啊，啊加多少呢？加 n 减二，好 ，m 是这个长度了，那 n 减二是这个长度，那乘以 c 哈，这个就会等于多少 ？a 一 a 二嘛，然后 a 三，点点点 a a， 哦都没有小数点了，然后 b 一 ，b 二，点点 b n， 啊再来就有小数点了 ，b 一 b 二 ，b n。啊，这是循环，哦，这里有小数点。好，然后哈，我 C 哈，先把它乘以多少？10的呢 ，n 减二次方就好了。10的 n 减二次方，那这个哈，小数点就点在这里了，就 a 一、a 二到 a n 而已啊。啊，点说点 b， b 一、b 二到 b 二。我这小数点在这里，然后两个给它相减，相减的话就是小数的部分就消掉，给它相减。相减的话是这个减这个嘛，那十的 n 减二次方 c 可以抽出来 ，n 减二次方 c 可以抽出来，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了十的 n 次方，它减一了，它这一减哦，哦这个有循环。就是循环的部分哦，就消掉了，就剩下 a 一、a 二到 a n、b 一、b 二到 b n， 啊扣掉呢 ，a 一、a 二到呢 a n。好，啊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的话哦，这个是多少？等于这是一个一啊，啊后面有 m 个零嘛，啊减一就是有多少呢？有9个什么？有 m 个9，这就 m 个9，哦，啊乘以这个的话，它有几个零呢？有 n 减2个零，哦，所以这两个乘起来多少呢？这两个乘起来就是9哈，它有几个呢？它有 m 个，啊零的话有几个？零的话哈，它有 n 减2个，啊分之这个，啊这个就是这个。哦，就 a 一、a 二，一直到 a n， 啊 b 一、b 二，一直到 b n， 啊扣掉 a 一、a 二，一直到 a n， 哦，这样呢就证明了呢这个公式。